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实招聚焦31号。今天是复活节，我们看这个场面呢，因为里面暴力的相对暴力的场面已经没了，就简单跟大家播放，就播放这点，知道这是发生的地方。这是在纽约曼哈顿，圣 Patrick 叫圣 Patrick 天主教堂吧，应该是。今天对所有基督徒、天主教徒是个非常大的日子。所以，在这个大的日子里面呢，圣 Patrick 天主教堂应该是在，我忘了是第五大道还是第五大道上，可能是非常有名。那结果就在人家做这个弥做应该做祈祷吧，就是纪念神父耶稣复活嘛。这个支持巴勒斯坦人其实都是白人，挺邪门的，都是白人。就跑那中间举拜呢，说沉默就是死亡。沉默是死亡，那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为什么要以人家去推，人家去阻止他们的时候，那意思你不要有暴力。所以这是涛哥跟大家分享今天当代人一部分人最邪恶的地方。他可以非暴力的方式，在这样在很多信仰者人面前。最神圣的日子里头，以非暴力的方式去占有别人的自由的空间、信仰与环境。当你去拒绝他的时候，他说你不要暴力，这是违法的。以非暴力的所谓的倡导，却实质是最暴力的、最泯灭人性跟神性的做法。这就我跟大家解释的，倡导民主的。几乎都是独裁者，倡导屁打头的，都是泯灭良知的，泯灭良知。因为当你强调屁的时候，强调你受教育的时候，就说你被灌输是最伟大的，而神性的起悟在你眼睛里是迷信，所以你把自己当成被灌输，就像灌鸭子，灌完之后得到了三个屁的。这个执照的时候，你就成为了最牛叉的灌鸭，北京填鸭。就人缺心眼儿，不是缺到这份上。被教育的过程，是你被愚昧跟缺心眼儿的过程。你却把自己神性的一面，当成迷信，迷你个大头鬼。所以用和平的方式进入教堂，去阻扰别人。纪念神的慈悲，你却称为你是和平的。今天的人就卑鄙到这份上，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刚刚发生的。那其实，在昨天晚上，圣派翠克也有活动，那同样去了很多人。那这是美国人自己干，对吧？倡导民主的人把这些人干进去，然后人们的谁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？那这就是连着的几段视频啊，这一段我们跟大家分享过了，这就是那个牧师在昨天进行葬礼时呢去讲述的。那这个呢是最后的晚餐，所以这里面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了。这种最后的晚餐是讲述了神最后的日子，讲述了他的弟子对神的真实的态度。人们在纪念最后晚餐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提醒自己，人真正的想信神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可不是简简单单的，对不对？那他身边的人有出卖的，有不接受的，有什么样都有。那神很释然，因为我以为在耶稣眼睛里，这反正你无论跟我怎么跟着我，你就是个人。当你就是个人的时候，你怎么上天堂？天堂上有人吗？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要问自己，对吧？当你还是个人的时候，对吧？一个欲望奔放、欲海难填，在这个背景之下，说我死完就上天堂，天堂给你家开的，你信他的时候，天堂就必须得接你，那天堂也一点尊严都没有。天堂没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说法，那不就没尊严了？我信你了，所以我就为什么昨天给你那个上供来的？
那你就花钱买，跟花钱买有什么两样？天堂可以花钱买。其实我以为就其实这个故事在非常告诫着今天的人，那神会起来，那神复苏，人会觉醒，那神觉醒的日子呢，就是真正这个魔鬼完结的日子，很特别，明天又是4月1号，对不对？你想想今年的日子，明天4月1号被称为愚人节，那今天呢，被白宫定为白宫没说。白宫没有发表任何，没有看到任何声明说今天是神的复活，白宫却说今天是变性人的见光日，因为变性的权利是人权。拜登用人权去羞辱复活节，你不信这就来了。拜登发表声明，变性的权利是人的权利，人的权利取代了神的复活，人的权利取代了神的复活。我问你，但分有一点点宗教认知的，你说他在说什么？这是拜登自己说的。下面有拜登的标志，上面是拜登刚刚在一个小时之前，58分钟之前拿出来的。今天是变性人的见光日、曝光日，我们庆祝这个充满了欢乐、充满了勇气、充满了真正能够对很多人来讲，他所认识的那些勇敢的人的勇气，我们要庆祝他们。庆祝他们什么？他自己的事儿关你屁事儿？你愿意嘎你嘎呀，81嘎不嘎无所谓了都，你都81了。嘎不嘎都看不着，对不对？但你没问题啊，你说你勇敢你脚啊，菜他勇敢他脚没关系啊，这没关系啊，对不对？那他你弄锯都无所谓，随便拿炮竹崩，这都是你的权利，但不关大家的事儿，不关我的事儿，对不对？不关周围的人事儿。你不能用你的东西，你缴完东西，那你媳妇儿能共分共享吗？你能不能共分共享啊？这难道不叫强权吗？因为你是代表美国总统，这难道不叫独裁吗？那么你们家要吃米饭，他们家要吃面条，那边要下海摸鱼，摸鱼的说你们都必须扔鱼，因为摸鱼的人很勇敢，为什么？怕鲨鱼亲他，是不是？吃面条这很勇敢，因为面条如果太长的话，这边都拉出去了，这边还没吃进去的，到时候给抻了怎么办呢？那他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你知道肠子管几道弯啊？全是读书的人干的。干这些，那你这字儿，你让我写不出来呀，我不会呀，我才，你们都会呀。今天，向数万人，我们要向数万人、数百万人，就是卡了自己的，或者说非二元类的，就是不男不女的人，我们那些见证了他们，对不对？他们是真正的如何如何，然后他们要对如何如何。那今天，天主教基督徒。信神的人数十亿人，你用几百万人去羞辱数十亿人对神的敬仰，因为这是人权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这是到日子，大家能听懂吗？这是人堕落的日子，就是堕落到了底线的日子。你怎么样都可以，你可以跟人去谈人权，对不对？你不要用人权去羞辱复活，神的复活，这是最厉害的，这难道不是吗？这是拜登的账号啊，拜登的官方账号，这是发表第一个，对不对？在他之前，他就讲了一句，他说，告诉所有那些人在教堂在。家里面那些人，全世界各地叫 Easter Happy， 那愿上帝
能够保佑你我，愿上帝能够保佑你我，但他却没有配有任何东西，他没有配有任何东西，这是很有趣很有趣的。他说没说上帝？他说了。然后呢，在他说完上帝之后，你不能说我吧，然后再大面积的去颂扬人权超过神的复苏。你怎么对比这两个推文？这是他刚刚一个小时之前的推文，我们刚刚分享，那是他今天早上的推文。那你说就完了？这是美国总统，他没说我作为美国总统拜登打上如何如何，他没说。哎，他说了不如不说，因为他说了是穿着西服的流氓，难道不是吗？他没光着屁股出来，谁也都没说。所以这是在我眼睛，这是真正的标志的完结啊，真正标志完结。所以在他庆祝 Easter Day 之后，对这个复活节之后，发出了 message 之后，却标榜了人权的意义，打着人权的名义，打着法律的名义，打着公平的名义，打着正义的名义，今天人们走到了底线。那他当然，你如果你这么去讲的话，会有主流媒体会说，那总统也讲了今天 Happy Easter。哎呀。我不知道信神的人怎么看，感谢朋友们的支持。